哦呦！再钓那些的啦。哦哦，没竿啊！没竿，没竿，没竿哦！哦，没竿，没竿，没竿！哦。早上五点半，我们在台中港外面排队。好，我们已经排到海林馆外面这边来了。我们现在等入场。现在才九月哦，还没十月，白带季还没正式开始，就已经这么疯狂。你看，八条，竟然是八条，是八条。哎，烟雕像。还好只是烟哦。这算马家吗？嗯，马家。搞怪，哎呦，嗯，那你去扫掉。让你趁心。要讲可能食细细只的，叫黄沙米，结果，另外一个呢？我坐骨神经在痛。是哦，还给我当姐。这骨神经疼，伊也钓伤少啦。我当骨神经。好，是钓伤侪哦。是钓伤侪的款啦。哦，不定的啦。
哦，什么呀？哇，哦，小蛤蟆，哇，那够多。这么够多，太夸张了。太夸张！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其实还不错吃哎。县西那边的都好小吃啊。有。县西可以钓整桶的。这尺寸也这可以的啦。这尺寸很棒啊！县西大概这一半大而已。这样就可以的啦，那个修细尾的，哦，就蛮好嘞。收竿了。那一个弯弓，是讲钓大只的咧。还想讲买假咧，结果小咸。继续。这没无聊。加起来是一百家。哼。这上无没无聊。也是袂到这粗过食呢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哦呦！哦哦，没干！今天没干。目标又中了。他们有小。嗯。哎。哎呦！哎，我看到那个鱼只，刚才不知道什么，蛮大的嘞。在别卡，别卡哦！哦，别卡，别卡，别卡！哦，几只？偷吐，大三元，偷吐啦！吐吐！哦，两只啦，上强，哦，帅，哦，厉害厉害，一只一只，啥白多啊？嘿，啊，你个白多啊？
想讲等静下咧。真的要感谢在北堤的一些前辈还有朋友，之前跟我提过这个方法哦，其实就是如各位在影片中所见，很简单，铁板直接在脚下敲底，然后呢提杆三段式提杆，然后放下，让它自然落下，三段式提杆让它自然落下，不断重复，如果大概五六次就不咬了，再往上收个几圈，再重复这样一个过程，一直到水表。就是一直重复就好了。其实这跟船钓铁板白带鱼的落下的方式很像。我实验结果，这个方式是咬饵几率我觉得最高的。像这支影片的那天，我总共钓了四只，两只马家，然后一只土托，一只北巴，算是蛮有效率的一个方式啊。各位其实可以尝试看看，不然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。你看到整群的马家在水面游来游去，其实你铁板软虫丢过去，其实它都会跑过来看一下，可是呢，实际上它不会咬，已经有点惊了。那这种落下的方式呢，其实算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钓获方式。OK，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好的收获了哈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